欢迎收看本期的娱乐资讯。杨超越作为娱乐圈中的新人，出道已经半年多了。出道至今，她一直备受争议，但是不得不承认，她的资源是最好的。这半年来，杨超越参加的综艺节目很多，节目播出后效果都很不错，她还拍摄了电视剧，所以她的一举一动都备受网友关注。近日，杨超越在一档综艺的录制过程中被网友拍到了往海里吐痰之后若无其事地继续干别的事情，顿时引起网友们热议。网友们认为一个公众人物做这样不雅的行为是不对的。随后，杨超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其实她的很多行为都只是一个随意的动作，并没有太多想法，但是却被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让她非常心虚。而面对种种负面新闻，她也表示，你们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吧。对此，小伙伴们喜欢杨超越吗？感谢观看，本视频素材来源于网络，由卓斌你不笑剪辑配音制作完成。想看更多视频，请关注我们。